有句俗语叫剃头担子一头热。以前的剃头匠用一根扁担，一头挑着板凳工具箱，另一头挑着火炉脸盆，就这样走街串巷给人剃头。剃头推子是手动机械的，刀口钝一些的或者剃头匠功夫不到家，很容易夹到头发，弄得人头皮生疼。与您分享丰子恺的文章《野外理发处》。我的船所泊的岸上，小杂货店旁边的草地上，停着一副剃头担。我躺在船榻上休息的时候，恰好从船窗中望见这副剃头担的全部。起初剃头思物，独自坐在凳上吸烟，后来把凳让给另一个人坐了，就剃这个人的头。我手卷抛书，而昼梦不来，凝神纵目，眼前的船窗便化为画框，框中显出一幅现实的画图来。这图中的人物位置时时在变动，有时会变出极好的构图来，疏密匀称，姿势集中，宛如一幅写实派的西洋画。有时危险左右两旁空地太多太少，我便自己变更枕头的放处，以适应它们的变动，而求船窗中的妥帖的构图。剃头丝物忽左忽右，忽前忽后，行动变化不测。我的枕头刚刚放定，它们的位置已经一变了。唯有那个被剃头的人，身披白布，当模特一般的静坐着，大类画中的人物。平日看到剃头，总以为被剃者为主人，剃者为服从，故被剃者出钱雇用剃头丝物，而剃头丝物受命做工。被剃者端坐中央，而剃头丝物盘旋奔走。但绘画的看来适得其反，剃头丝物为画中主人，而被剃者为服从。因为在姿势上，剃头丝物提起精神做工，好像雕刻家正在制作，又好像屠户正在杀猪。而被剃者不管是谁，都垂头丧气地坐着，忍气吞声地让他弄，好像病人正在求医，罪人正在受刑。听说今春杭州举行金刚法会时，班禅喇嘛叫某剃头丝物来剃一个头，送他10块钱，剃头丝物叩头道谢。如果有其事，这剃头丝物剃活佛之头，受10元之赏，而以大礼答谢，可谓荣幸而恭敬了。但我想，当他工作的时候，活佛也是默默地把头交付他，任他支配的。假如有人照一张喇嘛剃头摄像，挂起来当作画看，画中的主人必是剃头丝物，而喇嘛为剃头丝物的服从。纯粹用感觉来看，剃头这景象中，似觉只有剃头丝物一个人，被剃的人暂时变成了一件东西。因为他无声无息，呆若木鸡，全身被白布包裹，只留出毛毛草草的一个头，而这头又被操纵在剃头丝物之手，全无自主之权。请外科郎中开刀的人要叫哎呦啊，受刑罚的人要喊青天大老爷，唯有被剃头的人一声不吭，绝对服从地把头让给别人弄。因为我在船窗中眺望岸上剃头的景象，
在感觉上但见一个人的活动，而不觉得其为两个人的勾当。我很同情于这被剃者，那剃头丝物不管耳目口鼻，处处给他抹上水，涂上肥皂，弄得他淋漓满头。拨他的下巴，他只得仰起头来；拉他的耳朵，他只得旋转头去。这种身体的不自由之苦，在照相馆的镜头前面只吃数秒钟，犹可忍也；但在剃头丝物手下要吃个把钟头，实在是人情所难堪的。我们岸上这位被剃头者，耐力格外强，他的身体常常为了适应剃头丝物的工作而转侧倾斜，甚至身体的重心跃出他所坐的凳子之外，还是勉强支撑。我躺在船里观看，待他感觉非常的吃力。人在被剃头的时候，暂时失去了人生的自由，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。我想把船窗中这幅图画移到纸上，起身取出速写布，拿了铅笔等候着。等到妥帖的位置出现，便写了一幅，放在船中的小桌子上，自己批评且修改。这被剃头者全身蒙着白布，肢体不分，好似一个雪菩萨。幸而白布下端的左边露出凳子的脚，调剂了这一大块空白的寂寞，又全靠这凳脚与右边的剃头担子相对照，稳固了全图的基础。凳脚原来只露一只，为了它在图中具有上述的两大效用，我擅自把两脚都画出了。我又在凳脚的旁边白布的下端擅自添上一朵墨，当作被剃者的黑裤的露出部分。我以为有了这一朵墨，白布愈加显见其白，剃头丝物的鞋子的黑在画的下端不致孤独。我以为有了这一朵墨，白布愈加显见其白，剃头丝物的鞋子的黑在画的下端不致孤独。而为全图的主眼的一大块黑色，剃头丝物的背心亦得分布其同类色于画的左下角，可以增进全图的统调。为求这黑色的统调，我的签字需写得特别粗大些。船主人与我下船时，给十个铜板与小杂货店，向他们屋后的地上采了一篮豌豆来，现在已经煮熟，送进一盘来给我吃。看见我正在热心地弄画，便放了盘子来看。他说：“像在那里挖耳朵呢。”啊，小杂货店后面的街上有许多花样，捉蚜虫的、测字的、悬糖的，还有打拳头卖膏药的。我刚才去采豆时从八里间望见，花样很多，明天去画。我未及回答，在我背后的小洞门中探头出来看画的船主妇接着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明天开到南浔去，那里有许多花园，去描花园景致。”他这话使我想起船舱里挂着一张照相，那照相里所摄取的是一株盘曲离奇的大树，树下的栏杆上靠着一个姿态娴雅而装束楚楚的女子，好像一位贵妇人，但从相貌上可以辨明她是我们的船主妇。大概这就是她所爱好的花园景致，所以她把自己盛装了加入在里头，拍这张照来挂在船舱里的。我很同情于他的一片苦心。这照片仿佛表示，他在物质生活上不幸而做了船娘，但在精神生活上，
十足的是一位贵妇人。世间颇有以为凡画必须优美华丽的人，以为只有风花雪月竹篮长廊美人名士是画的题材的人。我们这船主妇可说是这种人的代表。我吃着豌豆，和这船家夫妇俩谈了些闲话，他们就回船梢去做夜饭。世间有很多华而不美的东西，美在表，易得人心；美在里，易得真心。但是要有着怎样的眼睛，才能觉察内里的美呢？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超宇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